好，欢迎收看澳门快拍，我是 Winnie。 那在这里呢，我将每天都会为你更新澳门大大小小的文化以及娱乐资讯。今天我们就到新濠天地的 Club Cubay 看一下有什么新的派对活动吧。轩尼诗炫音之月压轴音乐派对明天晚上将会在 Club Cubay 限量登场，炙手可热的音乐行人黄贯中、何韵诗以及钟舒曼也将置身派对，感受这次炫音之旅。大家明天晚上见咯。每逢周五6点起，大家到澳门新濠峰酒店的38酒廊，就可以享受无限畅饮的特调美酒，为精彩的周末揭开序幕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澳门快拍，明天会继续为你更新。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于澳门更多的资讯，就登录 macau.com 咯，拜拜。